黄哦，怎么卡黄？一组一三一四就可以卡黄了。对啊，这个时间，强哥嘞。而且那边烤了五组好多人。哎，出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广播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是今天主持人。正在那个呼叫车来了，如果你的车停在外面，请你记得，现在赶快把车开走。不好意思哦，有两只麦克风哦，这一只是你们听得到收音的，这一只是现场的麦克风。因为现在现场聚集太多太多的人了，那有太多的亲朋好友都来了，所以大家都把车子停到马路边了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把车子都停在马路边了，所以就吊车来了。刚刚最好笑的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们在开直播的时候呢，哎，不能动，你北兰，我跟你们说，刚刚最好笑，刚刚警察来了，因为我们刚好就切 DJ 嘛，正在就红当，等一下要准备打碟的部分，因为我们今天有准备才艺，总共有七组才艺，你们所有在 YY 上面一定没有看过的，因为这都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人员在表演的。然后呢，在表演第一组的时候打碟的时候，黄明正在打碟的时候，警察就来了。警察来说不好意思，我接到警察，他说他接到民众说，听说你们这边在聚集，黑帮聚集。因为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呢是黑队跟白队哦，黑队跟白队。现场人在有 YY 上的人多吗？当然是没有啊，我们现场差不多四五十位了啊，四五十位而已哦。好啦，那个这个时候呢，米奇你要不要来？你挂号吧，因为我要当主持人了。晚会，中秋晚会即将开始了啊、哦！中秋晚会即将开始了啊、哦！那个我请米奇，你过来吧，你直接过来我这个座位。